先把娃娃菜从中间切开，然后再切两刀。准备一点姜末、蒜末，再切一点小米椒。凉水已经泡好的粉丝，把它铺到盘底。有热了，把姜、蒜、辣椒炒一下，加一点蚝油，加一点蒸鱼豉油。最后一步，撒点葱花。饭好了，赶紧吃饭啊！二弟就想继续馋，来顿粉身的。你俩别吃点啥呀？别吃。嗯。这么大条。嗯。把这酸一弄，酸一弄好吃。怎么样？臭的。嗯。嗯。这虾米粉还不错。嗯。啊，你那瓶雪碧啊？哦，就是啊。哦。嗯。我今天吃多少猛糖啊？我今天还开个雪碧代言啊。去咱姐们喝雪碧。加蛋蛋。加汁肉，吃蛋蛋，嗯。好吃的，爸爸妈妈都给你加了，你看。嗯。嗯。尝一